材料清单：黄油80克，糖粉16克，全蛋16克，低筋粉113克，奶粉10克，牛奶40克，鲜奶油86克，蛋黄32克可以用全蛋，细砂糖13克，炼乳13克。一、糖粉加入软化的黄油中，用刮刀磨磨，防止打蛋器打的时候飞溅，用打蛋器打至蓬起，颜色变浅，开始变浅就行。不要过度打发，分次加入全蛋液，并用打蛋器逐一搅拌至均匀。如果一次性加入会不容易融合，还可能分离。先将奶粉和低筋粉混合，再过筛到黄油中。过筛是防止面粉结块，用刮刀切拌均匀，然后用保鲜膜袋包好，冰箱冷藏30分钟左右。包保鲜膜是为了防止风干，冷藏室使得黄油再次凝固定型，同时松弛让面团有延展性，容易整形。面团冷藏时后制作蛋挞水，将牛奶和鲜奶油称重，然后加入蛋黄、炼乳，零难度，没有固定次序，加而已。用蛋抽将蛋液拌匀，这里不推荐电动打蛋器，别磨大腿，后面说。再将完成的蛋液过筛至少两次，过筛是为了去掉泡沫和鸡蛋里的半不匀的颗粒等，这些会影响蛋挞品质。将冷藏的面团分割40克每个，大致就好，不必非常精准。将面团揉圆压扁，放入蛋挞模具，沿着模具用手转圈按压，压出蛋挞皮，注意尽量均匀，尤其是底部一圈不要太厚，然后刮出边缘多余，一次完成所有挞皮。如果天气较热，操作时可挞皮变软，可以再冷藏一下再操作，完成后的挞皮可以冷藏一下，时间长需覆膜防风干再烤也 OK。 蛋挞液加入模具8到9分满，烤箱预热190度，入炉后烤约18分钟，烤温和时间可能因烤箱有差异，请自动调整。刚出炉的蛋挞不要急着脱膜，因为曲奇盒还没变脆，冷却一下不烫手了，用小刮刀或者脱膜刀轻轻脱出即可。不要暴力脱膜，要特耐，不要暴力脱膜，不要暴力脱膜。小贴士一：蛋挞水里的蛋黄可以换全蛋，做出来颜色更淡一些，也不错吃，可以不用浪费蛋白。炼乳是增加奶味和甜味，如果实在没有，可以增加一些鲜奶油和砂糖量，不要单单省略，那就差太多。蛋腥味，这个在布丁问题里说过，不累述，私信我布丁问题看详解。蛋挞皮做多，可以继续包好冰箱冷藏保存，做之前稍微回温，但释放时间越长效果也不好，没有办法给出具体期限次。过筛的目的是去掉泡沫和渣渣，如果有这些蛋挞做出来不光滑也不嫩，看上图为什么文中我不推荐用电动打蛋器打蛋挞水，因为泡沫特别多，而上图左侧为啥是这样，因为还有一些很细小的泡沫，这些过筛也难过掉，蛋挞心不上色而且老，这些泡沫可以通过长时间静置驱除，所以是不推荐，不是绝对不可以，我可以很严谨的认真连喵喵舞打发黄油，不要过度，否则蛋挞壳膨胀过度容易没有挺度，曲奇打发过度也容易花纹消失嘞。曲奇蛋挞的外壳刚出炉跟曲奇一样是有点软的，所以需要冷却一下再脱膜，趁热脱膜容易弄碎。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，会烫着，依然认真的包着漆，感激你居然看到这里。最后我要告诉你，就是这个配方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那就是其实它应该可以做七个，因为你把刮下来的边角揉一起，可以再做一个，是不是有种捡钱的感觉呢？